在这个感恩温馨的十二月，今天因为天主的爱，让我们相聚在圣堂里。现在我们要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最可爱的小天使们进场咯。祈福点亮希望，以这首 Silent Night 迎接我们祥和平安新的一年。教会办幼儿园一个最主要的宗旨，就是要实践耶稣基督的话。2000年前，耶稣在讲道理的时候，有一群小朋友很高兴啊，就要挤到耶稣面前去啊。那门徒们就把孩子就赶开了，小孩子走开走开走开，不要吵这样子。可是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，因为天国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人，天国就是属于像这样子纯真无邪，像这样子的可爱，特别高兴的就是小朋友表现的都非常的好哈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最好的拿出来。Welcome to the Christmas lighting ceremony. Today's performance is co-presented by 6 schools. Before the show starts, there are some reminders. Prepare for a long time and practice many times for this show. Thanks again for coming and may God bless you and enjoy our show. Thank you.